现在看一下那个那个鸡的状况，鸡的状况，那个鸡啊，突然一下子，突然一下子好像，不活泼了啊，突然一下子不活泼了啊，我眼睛又看到一条大蛇啊，一条大蛇在地上，因为蛇太大了，可能是那个蟒蛇之类的啊。只看到局部，局部，只看到局部，慢慢慢慢挪过去啊，局部啊、那个鸡一看到一个吓得就，吓得一下子一下过头了以后就呆掉了啊，呆掉了，吓得呆掉了，吓得呆掉了啊，这个时候。应该用几根棒棒把它插起来啊，插起来，插起来，插的目的就是让那个蛇改道啊，是让蛇改道，让蛇改道啊，让蛇改道，让蛇改道啊，然后然后蛇终于改道走了啊，终于改道走了啊，走了以后那鸡好久才缓过劲来啊。是要好久才缓过劲来，啊，那个鸡啊，要好久才缓过劲来，啊，要好久才缓过劲来啊，还是那个蛇啊，还是那个蛇，还是那个蛇，啊，让离开了，让离开了，让离开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。